友友们，没有一个帅哥能逃得过童话魔咒、校草级大神肖奈、天才发明家毛十八、新脏南波万叶修、清华毕业的航天设计师于途，他们的扮演者杨洋本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与角色大反差，和贾玲演乡村版的爱情，他就成了一个憨憨。啊，那儿呢？还没那儿呢？在这儿了。于途，你来了。啊，都好看。杨洋反差萌有多大？试试我，这太可爱了，这个。你等一下，先把这个戴上。来看我像不像？我像了不？像，特别，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小空间里面，杨洋在里面，谁信？这个没有人能发现我。这样肯定没人知道是他了吧？这样看得出来，我就拼了。感觉要躺赢了。哎，好舒服，是吧？对吧？特别有感觉，对吧？躺赢，躺赢，躺赢。